我们希望用政治实体这样的一个对等政治实体这样的一个定位，能够使得两岸能够打破以前那个汉贼不两立的那个结。 State to state, interstate relations, two states in one nation. 这些年来呢，大陆当局却以敌意来回应我方的善意，一再扩张他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这样的一个意涵，并且以港澳的模式来企图把一国两制强加在我方，同时对台湾试射飞弹进行文攻武吓，在国际间打压我方的国际生存空间，无所不用其极。那现在的国与国的关系是不是？是被在香港。